男生体重多少斤算是胖的？200斤吧，看身高，看身高吧。身高要是有个1.8米的话，140斤也差不多吧。140多。一百五以上吧。为什么？因为一般男生的话123就差不多刚刚好，150以上估计就会胖。那得看多高呢？那你觉得多高多重比较合适啊？我多高呀？175，然后115吧。得看身高，如果1.75米的话，应该就是130到150。是合适的。像你这个吧，如果是160的话就超重了，那120的话就正好。身高的话1.8米左右，然后体重的话控制在140、150，就是很完美了。